这里不光可以看海鸥，还可以用海鸥视角看看山和大海。好羡慕他们这样自由自在地飞起来啊。优质的海钓基地让人惊喜不断。这什么鱼？这黄鱼是吧？也是黄鱼。美味的海鲜究竟怎么挑选？厨师带您逛市场，特色美味加上度假民宿，给这个夏天带来一片清凉。敬请收看今天的《生财有道》。是山东省荣成市的海驴岛码头，马上我们就要登船去和这里的野生动物进行一次亲密接触。海驴岛位于山东省荣成的北部海域，距离陆地四海里，需要乘船前往，全程游玩时间40分钟，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海景，还有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，就是登上游船二层的甲板，和海鸥来一次亲密接触。已经开船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全都压在你的脑袋上，那个海鸥特别有压迫感，我有点不太敢那个直起脖子来都。现在能喂吗？现在可以啊。咱现在这一盒多少钱呀？这鱼10元，10块钱，对，可以体验喂海鸥。嗯，10块钱。啊，这海鸥完全都不怕人呢。那不怕人，都习惯了，和我们都也像那个。哎呦，谁扇我？谁扇我？来来，这大的。像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海鸥，你真的能看到很多细节。你看他们那个海鸥的那个嘴整个是黄色，然后前半截是黑色，然后最尖尖的那个地方是红色，特别漂亮的颜色。好羡慕他们这样自由自在的飞起来啊。每天咱们这个船得发多少次呀？得个看壳的流量吧，壳多了我们多发几次，一壳少了，我们一般都发个得个10趟8趟。10趟8趟算是少的了。对对对。那像暑期这种呢，或者节假日？暑期给挖多了，那我们都跑不及，游客太多。就不停了船。对对对，没有停的时候。田树泉原本就是当地的渔民，自从海驴岛开办海上游项目，他就来到这里当了船长。多年来，他与海鸥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。现在正值小海鸥孵化出来，为了保证海鸥的营养，每天要准备1000斤的小鱼随船投喂。也正是这样的守护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有了更好的体验。因为我现在看见了，这个就是前面那个就是海驴岛，对是吧？对对对，啊、哦，海驴岛可美了，可美的。那我们能登岛去看看吗？现在不行，现在保护海鸟嘛，鸟这个海鸥都是，还有这个白鹭都在上。就是那个岛现在已经变成野生鸟类的栖息地了，对，所以我们不能上去的。对。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只能是绕岛看一圈，对，然后跟这些海鸥这样近距离的接触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哦。飞鸟。更可以用海鸟的视角去看这里的山和大海。我们现在马上要登上这个摩天岭跨海索道了，走走走，选了一个粉色的，正好。上车喽！咱俩应该是坐着对面，对吧？对。哇，这个风景就还。就很好了，这边是山林是吧？对，我们一会儿会先穿过山林，然后才能看见大海。摩天岭跨海索道单程1800米，游客仿佛一只海鸟翱翔于天际，穿行于海边峰峦翠柏之间。
大约十分钟以后，眼前会豁然开朗，可以在几十米的高空俯瞰整片大海。哇，已经能看见海了。对，好漂亮啊。我们现在是下午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海水反的那个太阳的那个光颜色感觉还不太一样。嗯，对 对, 对，有点发那种绿了。 绿, 绿，对对，嗯，蓝绿色，就是这个还是很漂亮的，像一块大大的绿色的玉石在海面上，很漂亮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像现在我们大概一天的话，游客量在多少？一天的话，如果是周末的话，可能会达到1000人左右。哦、然后等到暑期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天应该都是2000人以上。现在咱们这一趟的这个缆车的票是多少？85块钱。85元。对对，85元。体验30分钟的看山看海。对，看山看海的这种跨海的这种索道，然后就是还会有个单程的大巴给你送回原来的地方。哦、从天上俯瞰了大海，下一步一定要下海体验一番。在西峡口25万亩的天然海域，到底都能玩些什么呢？这里是荣成市的西峡口海钓基地，马上我们就要登船去，然后来到这里的海洋牧场，感受一下海钓的魅力。走吧，咱们准备上船了。西峡口海钓基地是山东省首个省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，因为这里有多处天然梁湾，浅海和潮间带有丰富的生物资源，所以吸引了众多钓友前来。老练的钓友都知道，要想收获多，一位有经验的船长是最重要的。师傅，咱这从码头开出去要多远才能有这个海钓的位置？这边是东区，那边是西区，两边都行。其实一出来就有鱼了。啊，一出来就有鱼了。那我们要开很远，是因为这边今天这个位置比较好吗？鱼多鱼大，鱼多鱼大，他们都在这钓。哦，好多人了，这边已经。嗯，鱼多鱼大是指什么？它下面那个流不一样还是？现在是死汛，这边有流。这边有流，啊、就是钓鱼能不能钓着，还是要有一个好船长能知道这好位置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、嗯、对。行了，咱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飘着了，是吗？啊，他们那边站锚了。哦，咱们要怎么选位置啊？因为大家的船都我看都离得挺近的。下杆就有鱼。下杆就有鱼。没事，基本上就是。我看这杆上是一个假的鱼。嗯。然后这是铅坠，这边上再挂一块真的这个。这边上鱼了。哇，好厉害！把这个掀起来，下杆。下杆，要下到多深？到底，这到底大概有多深呀？这大概是接近二十左右米吧。20多米。对，那可起下，你看这线嗖嗖嗖嗖嗖往前跑。还没到底呢。还没到底。啊、到底了。到底了。嗯，到底就往上抬，要不然就刮石头了。到底就要往上抬。对。我看您那手还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。对呀、啊。你动起来，这个鱼。他爱吃活食哦、嗯，不能要一直不动。海钓的秘诀就是要一直动这个杆儿，对，让他觉得这个鱼是活的，是吧？也分钓什么鱼，钓、哦、如果钓拼口的话就没有必要了。哦，但是钓黑黄就要动起来，是吧？得不停的钓鱼，一定要找这个有石头的地方。嗯，有石头的地方，它鱼能藏在下，能藏在下面，是吧？对。我能试试您这杆的这感受吗？我看您在一直动，试试。是这意思吗？往一上一下。对对对。哦，你能明显的感受出来下面那个水流的那个运动，是吧？那感觉。对。海钓跟它这个陆地钓，它有什么样最大的区别？海钓中鱼的频率多。中鱼的频率更多，就是鱼获更多呗。对。嗯。所以这个感觉可能快感更强烈一点。对，一会儿就上一条，一会儿就上一条。比较带水刺激。哦，尤其是这海钓中大鱼的时候，这个肾上腺激素啊，哎呀，让人特别兴奋，是吧？听您说的我也挺兴奋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钓得上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有鱼啦！你摇我摇吗？来说。来，您这边有鱼了？有鱼了，来，你试试。让我试试。哎，握住这边。我握住这边。这个手摇。这个手摇。哎，摇。快摇，快摇，快摇。快摇，摇摇摇。哎，不行了。好大劲儿的。哎呀！来来来来。哎呀呀，好了。
这也是黄鱼。我真的起杠那一下我是挺兴奋的，哎呦啊，你就感觉他在往下拽你，然后你使劲腰，就跟他还有一个对抗那种似的。这怎么把钩拿下来？好，行了，过瘾，这太过瘾了。我是第一次这么着起杠这弄这个鱼。这次也放活水汤吗？放活水汤可以。哎呀，对不起好，哎呀，真的，我刚才起杆那一下特别刺激，我体会到他们海钓的那个乐趣了。就是你摇杆的时候，那个鱼往下跑，你要赶紧把它摇上来，一出水的那一瞬间开心。像这样一艘渔船一般可以乘坐6到8人，包船一天的价格是2000元，所有的渔货都可以带走。目前西峡口海钓基地有20多艘渔船，赶上天气好的时候，渔船都会被订购一空。不管是专业钓手还是普通游客，船长们都会让他们体验到海钓的快乐。我看这一桶全是您钓的，大哥。啊，真行！又上鱼了。是，不到。哇，这要吗？这得放生。这我来扎手，这个扎手。啊，扎手。嗯，这个不能要，这个太小了。太小了。嗯。像您平时这每天带游客出去的话，您要跑几趟啊？最多的时候，最多3趟，跑3趟，拉了3船，他们就是来一会儿就走，这是一组游客。哦，如果是这像他们这些职业钓手的话，一出来就是一天，一整天。对。哦，那比如像咱们这个船员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吗？你像这种职业钓手的话，基本上不用我们做什么，你就陪着一块玩就行了。啊，就陪着玩就行了。但是如果是游客啊，他们有很多不会钓鱼的，嗯，我们要给他绑钩、挂坠，嗯，然后摘鱼，哦，最后我们钓的鱼还得送给他们。啊，就让他们体验到这个海钓的快乐呀。啊、对。荣成人靠海吃海，海钓基地的船长基本都是渔民出身。现在正值禁渔期，无法出海，海钓基地正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。那您现在是常年在这儿专门负责海钓这一块吗？主要休渔期过来。休渔期过来就是5月1号到9月1号。嗯，这段时间来西峡口这儿专门负责这个海钓。对。那您除了这段时间，您平时做什么呀？一是打理渔具店，然后我在那边鸡鸣岛那边钓。啊，鸡鸣岛那边钓。您是自己专职钓鱼，然后钓的这些鱼您是出售是吗？就是平常您要也一般就是送人售的时候、哦、就是休渔期的时候我们来这儿做船长。对，如果平常的话咱们就自己打理自己的渔具店，然后自己再钓鱼。对。那像您现在这一年的话收入情况怎么样？10万8万。来到西峡口这里，除了海钓之外，赶海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。游客收获的不仅是下海的快乐，更是能收获不少海鲜美味。目前，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已经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，这里美食品种繁多，要想了解这里的地道美味，逛菜市场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在西峡口海洋牧场不远处就有一个市场，我们在这里会有什么收获呢？这里是城山海鲜农贸市场，来吧，咱们今天准备买点什么？啊，今天买点我们酒店用的啊，当地的新鲜的海鲜。嗯。然后客人都比较喜欢吃，像生蚝啊、蛤蜊呀、啊嗯、这些。这个我看是专门把这个肉给对，这是都加工好的。嗯。然后这是什么肉、啊？这样吃我们方便吃背。哦，吃背。啊，吃背。现在这种多少钱呀？大姐，现在这个挖出来30一斤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边儿，这个是肉，这个是边儿。哦，赤贝等于分成两部分卖了。啊、对。这赤贝的边儿多少钱，大姐？大边儿6块。这个便宜，6块。啊、哦，一个壳里的这边就6块，然后那个肉是30。对，这个加工起来特别难，特别麻烦。就是其实我们还不如买现成的，对吧？对。嗯。刘小刚是三梦记民宿的厨师长。每天他都要来到农贸市场采购新鲜的海货。据他介绍，现在正值禁渔期，海鲜种类不算多，这个季节大都是以吃鱼为主，而且各种鱼有各种吃法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买些什么回去呢？像
这是什么鱼？这个叫尾鱼，辫子鱼。啊，辫子鱼。尾鱼。这个怎么做呀？这个红烧。红烧，你把它转翻过来，我看。辫子鱼，像这个鱼怎么卖呀，大姐？那个卖到20，拿18吧。这些都是野生的吗？都是，我家鱼都是野生的。都是野生的。那现在禁渔期，咱们怎么能弄点野生鱼啊？你接着说了，老板在那儿。您好。我们过来看看鱼。这鱼都是冰鲜的。冰鲜的。都在没进补的时候，我自己用冷库自己冻了。哦，等于没进补之前咱就存起来了。对。哦，存起来了。呀，这个是老板鱼。这样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全是脆骨。那就适合小孩吃呗，没有刺儿，对吧？安全一点。这个做汤、红烧、清蒸都行，是吧？清蒸炸吃都可以，怎么吃都行。这个多少钱啊？那个25，就是经济实惠型的了。这种的外边有粘液的，这种的是好的。如果像没有粘液的，是看起来就是不怎么新鲜。都是活的动物，对。有粘液，有粘液，这样的，这样是最新鲜，就越这样越新鲜。如果不新鲜的话，是没有这个粘液的。我们上来时候活的时候自己进了过来，就是活的时候赶紧动。对，然后所以它现在化了冻还是这样的。这个鱼黑黑的，这是墨鱼，乌鱼，墨鱼。乌鱼墨鱼，这个做出来好吃吗？就看上去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样子。好吃，但是做出来特别黑，好像一锅全是黑色的。是吗？用那个锅贴，用那个平底锅做，特别香。也可以做墨鱼花。用红烧。对，可以做墨鱼花。哦，西兰花炒木跟辣椒炒墨鱼花。墨鱼饺子。都可以。墨鱼饺子里面那个墨，他把墨拿出来和面，然后那个皮都是黑的。切了包饺子。呀，那咱今儿弄点这个回去吧，我想见识一下咱这墨鱼花，好吃是吧？这在饭店挺贵的。这个挺好吃。这怎么卖呀？这卖38。38一斤。刘小刚说，墨鱼锅正是他的拿手菜。别看墨鱼黑漆漆的，但是这种鱼特殊的鲜香也是别的鱼种无法比拟的，就连清理的方法都和普通鱼种不同。我太好奇这个墨鱼怎么处理了，您教教我们怎么弄。好，这个墨鱼这样干什么？要怎么样？要这样，先把那个墨鱼板。这里有个板，骨头。对，这根骨头特别好，还有那个药用价值。有消炎作用，晒干了打磨干了不是有消炎作用吗？这个墨鱼板去除了之后能看见里面的这个内脏的情况。对，这个是墨鱼籽。这就是墨鱼籽啊。对，你看出来一粒一粒的。看一粒一粒的，然后咱们给它整开了。让你看一下。看里边这样的。这个棕色的是内脏。这个是内脏，肝或者是什么的。这个不要。这个不要。这个不要。这个囊碎了，囊碎了，这个墨鱼里面的囊碎了，没关影响吃吗？不影响吃。这整个都把它撕下来这一片。对，都撕下来。现在手已经黑了。这个汁儿不好洗吧？这个汁儿不好洗，这个汁儿都跟天然色素一样。这样。剪子了。这部分都不要。都不要。但是我们当地人吃都要，都吃。你们就连内脏其实我们全都吃。没有特殊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可香了。那这是那个囊，这是那个囊皮，这是墨汁的这个囊。对，你看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整的，它里面就不会有黑的了。对，这都碎了。应该感觉是好吃的样子，这就不要了。对，这个都不要了。那剩下这个地方怎么处理啊？然后，这个是头。头这样剪开。这样中间剪开，这是牙。中间一个球的地方是牙，对，是硬的，是不是？我看着不是硬的，也是软组织，也是软的。像咱们这墨鱼最多的话，一天能卖出多少份啊？十份左右吧。十份左右，点的人比较多。对。这种像咱们这是配大米饭呀，还是配什么饼啊，还是什么呀？最好吃。配饼子最好吃。配饼子最好吃，墨鱼锅配饼。
哎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，特别没想到黑的那个墨鱼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味道来。就是看着一般，但是味道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我看你们点了不少海鲜呢，这一桌。对，到荣城来嘛，就趁着这个时候来吃海鲜。凭借着特色的渔家美食，三梦记民宿在荣城市已经小有名气。整个民宿紧邻海边，距离西峡口海洋牧场和城山头景区都非常近便，整体民宿设计都是迎合年轻人的口味。这里是办理入住的地方。哇，这是一个悬空泳池。悬空泳池，对，你那个可以穿着美丽的美人鱼衣服啊，在上面游泳，就可以在下面拍照。哦，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在上面游泳，那个家长也可以在下面拍照。哇，这个我想上去看看，行吗？可以，走，咱上二楼看一下。感觉好漂亮，波光粼粼的。哦，这二楼是一个天台了。嗯，这边二楼是一个海景平台。海景平台，哇，这个。这就是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了，一下就看到前面那片海了。对，这是个泳池，像这都是客户在这住，然后这个有好多。这个泳池就是我们下面那个大厅看到的那个泳池，在这上面游泳，然后在底下就能看到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海景好美啊！对，今天这还稍微有一点雾，如果没有雾的话会更漂亮。哦，会很蓝。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客房大概是有多少间？现在一共是有34间客房加5栋别墅。34间客房，现在我们大概是一什么价格呀？到暑期基本上就是大约在900多到2000多。就是这个价格，大家还都能接受，生意还不错。对对对，是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本身就带了下午茶、免费旅拍，包括自助早餐，还有这个火车站飞机场接送，都在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服务范围。入住界面，白色的是没有订房的，黄色的、蓝色、灰色都是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对，基本上像我们6月这个整个月，基本满房率就在80%-90%以上了。我看看啊，这个咱们这一周基本上就剩了什么5间7间，就剩5间剩7间了。啊，对，是的，对吧？基本上都订完了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还不是周末耶，就是平时日都是这个入住率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运营的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吸引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游客，然后过来打卡。那像现在你们一天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？一天营业额大约在20000左右吧，像这个季节。就是平常日20000左右。对对对。要是周末节假日可能会会高一些，因为吃饭的会比较多。